我是不会停下来的。阿里巴巴只是我很多梦想中的一个而已。我自己觉得我还很年轻，我自己觉得有很多地方我都想去玩玩，都想去折腾。很多事情，教育、公益、环保，这些我一直在做，但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，花更多的时间，也许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。过了今天晚上，我就要开启新的生活。我不当这个董事长，我确实相信世界那么好，机会那么多，我又那么爱热闹，哪里舍得这么年轻就退休离场。我希望换个江湖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后会有期。谢谢大家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